着急的我，下一刻又将飞向哪里？渐渐疲惫的羽翼，为你披上了勇气。放心离开我，我会记得这一刻，那些还飞。记得那年的秋天，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，如童话。你知道快中山献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都叫超大声，超可怕。然后前面那个阿伯本来在看，就想说要上来，然后突然这样，哎呦这么厉害！他真的超可怕，他想。贝贝，开始。你要不要吃到我的饼干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没有吃过饼干？怎么知道？还有，啊，痛啊！啊，痛啊！三二一，对，你好丑。
好了准备，依偎在身边，当陪伴变成了老伴，强作白蛇再也不孤单。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有好像的相送到肩最佳男女演员，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，终于来到了春天，从此为你歌绝思念，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。
再来就是学妹，就是而且你们今天一整天一直这么忙，然后小帮手一直跑来跑去，谢谢我的小帮手，然后就是很抱歉今天很多事都没有弄好，然后就是好像和这里太哭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觉得很慌，对不起啊。好，然后我要谢谢，一姐跟二总，一姐有人吗？你这样是叫超大声，超级像泼妇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谢谢林月彤跟陈韵萍还有唐婷宜，就是我高一一直都是他们陪我走过来，然后而且都是我们就都是五色，所以就是更了解这些东西啊，就我真的很爱你们，然后我要谢谢陈静宏，就是虽然他去年成花没有讲我，然后但是我要讲他，就是谢谢他今天来看我，然后就陪我走过很多，然后给我很多鼓励。全死！
就是这样。然后好，然后我要谢谢这七个人，就是一直陪我到现在。嗯，然后还有一路上一直支持我、陪着我的人，然后也谢谢所有留到现在的你们。嗯，谢谢主持人，你们超 carry 的。谢谢，没有你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妹。对，我要谢谢这群那前现在趴在前面的那群人，然后还有我的小帮手，他一直帮我绑很湿的头发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也爱你，好。还有谁啊？啊，对了，刚刚忘记了，那个凯凯学姐先走，但是她也帮我们很多。还有仙女的杰安跟紫玉学姐，我每次上他们课都好开心。还有谁啊？哦，大同。哦，没有人啊。好，永春。怎么是我们？吴峰。林子玲跟黄志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好，我喜欢你们。然后北街，还有北啦，我们每场比赛都跟你们一起，看到都腻了，烦哎。还有才高。谢谢你们陪伴我的高一，你们走开啦，很吵哎、欸。还有谁啊？哦，还有所有我认识的班牌人，吉露、大鸟、朱提，还有谁？啊、哦，张燕瑜。对，还有谁？还有二成。没有人了，你们走了，伤心吗？哦，我说嘿，你说嘿嘿，这是我班无聊笑话，对不起。那谢谢你们，就是你们都很忙，然后还来看，然后我邀请函昨天才给你们，关我屁事哦。然后赖晨宇，我每天在八点半睡觉，都睡在你旁边，然后还硬要跟你拿笔记抄，对不起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对我的厚爱，谢谢。还有谁？哦，学妹刚刚讲过。来，再讲一次，爱你们啊、哦。还有，韵珍跟婷婷还在吗？你们在哪？看不到你们。哦，好了，反正你们还认识。然后真谢谢你们，我们从国中认识，可是上高中以后，大家就在。我在忙谐音，然后婷婷就在热舞社，然后有一次就每天在画画，那我们都没有时间约。我有时候很想你们，可是我都没有约你们。你好吵。还有 Seven 老师，我们每次都跳很烂，然后他都一直教我们，然后把我们想很酷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跳得怎么样，可是先辈老师对我们很好，他还在跟我们鞠庆功耶。然后还有 B 哥老师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，可是我很喜欢他。还有谁啊？还有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，你们不能来点尖叫吗？还有主持人，谢谢你们。突然的主持，谢谢你。好，换一个人吧。
我这两个，反正就是从开始弄头发吧，然后就每天回家都很，就压力很大，然后这两个礼拜在找衣服什么的，然后就我这两个礼拜都很崩溃，然后每天回家都打，然后就是他就会一直安慰我，然后跟我说不要怕。然后就是他就会，然后我这礼拜一直请假，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说妈，我可以请假吗？他就会很无奈的帮我请假。我之后会好好去上课。然后谢谢爸爸，就是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信用卡的单子，但是一定很可怕。就是对，我们现在在超跑花了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好，然后谢谢哥哥，就两个哥哥，就是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觉得我高中不会加舞社。然后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可能也不会想要接干，然后不会想要让自己的高二那么忙。然后谢谢你们每天都也很晚睡觉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不会觉得很孤单。然后谢谢学姐。学姐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然后好吧，谢谢一成学姐，就是学姐每次都会送我们很多很可爱的小东西，然后谢谢乔颖学姐，好，然后我要谢谢大学姐，就是。然后还有谢谢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去问老人屋的时候，愿意回我们的学姐，就是虽然你们就是我们那时候真的觉得超可怕，就是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跟学姐讲话，然后可是你们都对我们超好的，谢谢学姐，然后谢谢 Seven 老师，我觉得就是每次老师在教什么律动的时候，我都做得很丑，然后，可是老师还是会一直跟我们讲到底怎么做。然后谢谢学妹，就是其实，反正我们惩罚前真的很怕你们会出什么状况。然后谢谢我的小帮手，虽然其实我觉得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没有叫你干嘛，但是你还是很棒，然后你们之后要加油，然后谢谢潘志宇，好，就谢谢。
反正谢谢蓝峰，就是高一的时候都一直练舞，然后一直雷你们，然后可是你们还是常常会给我们很多鼓励，然后叫我们要加油。然后谢谢钱志玲，就是辛苦你的惩罚王还要熬夜帮我们剪片。然后谢谢黄云婷，然后迪欧贤在吗？在。丑八怪。好啦，我们都惩罚完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高一一直陪我。闭嘴。然后谢谢宜兴。谢谢你们高一就一直包容我们三个在上课做奇怪的事情，然后就是可能午休会很吵之类的。然后谢谢鸡鸡团，就是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觉得我们在班上应该会很边缘。然后谢谢二中，就是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害你们秩序成绩被扣分。我也是。然后对不起，之前都就是很多班上的东西都没有参与到，然后就其实常常都很想要跟你们多相处一点，可是就是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补回来。然后谢谢熊中仪跟关嘉颖，就是。谢谢你们一直，就算我真的很忙，然后就你们每次约出去玩，然后就问我，然后我都不能，然后我之后会尽量跟你们出去。然后谢谢陈雨琦，就是，啊，反正，就是从高一就觉得你很酷，就是。不知道啊，就是你在二十年前一天跟我说可以帮我录你们学姐的影片吗？我觉得超莫名其妙。然后，就是谢谢你在，反正就是也帮我们很多东西。然后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也爱你。好，还有人吗？还有我的朋友吗？我是没有朋友啊。你没有。好，反正就是谢谢今天啊，陈品豪还在吗？谢谢陈品豪，虽然你后来都不回我了，然后谢谢你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很莫名其妙的带了一坨人来，谢谢。然后春帆加油，然后谢谢我们所有的勇社，就是。各个友社们，就是跟你们打公关很开心，然后可以在暑假跟你们一起比赛，一起成长，就是我们觉得很幸运。然后还没有惩罚的加油，我要谢谢蔡尚廷。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很莫名其妙，就是你真的会。很莫名其妙，就很吵啊，然后每个人就一直大叫，就很烦，然后可能你真的帮我很多东西，然后对，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都很崩溃，就是我们在昨天才把衣服全部买完，然后对，就很可怕，然后谢谢你，就是从高一一直，就从高一惩罚就一起。上课找衣服什么的。好，我讲完了。我很快，我也要谢谢陈雨希，然后还有廖靖杰，好，就这样。那个是谁的？我都不知道，你那边写名字。谁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拜拜。Hello。
我不要叫我福妹妹。我想先谢谢我的家人，就是我从国中就开始有在玩社团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社团的事情，就是不会阻止我玩社团。没有，你们就是拿不到还要拿过来，你真的很奇怪耶。阿跳啊！对啊，反正就是很谢谢他们，对他很可爱。然后我觉得，可是我也很对不起他，因为我常会，因为他跟我差很多岁，然后就会不小心把气出在他身上。因为他有时候真的太，对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可是他还会，他也会安慰我，他会说姐姐不要哭，姐姐加油。对，我觉得很感谢。然后还有，当然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奶奶跟姑姑。今天有谁来啊？都看不到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很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不要。对，反正很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对，谢谢，我爱你们。然后。好多哦。我先谢谢学姐好了。就是其实一开始听到你们没有给我们，就是没有要拍感谢影片，我很难过。可是今天看到我更难过，更哭更惨的感觉，就是。虽然我觉得我应该不算有被骗到，可是还是很感动。对，谢谢。我被骗到了。就是很谢谢你们，然后我们真的很爱你们。然后还要谢，还要谢谢莲芬学姐，还有好多好多学姐，我现在看不太到。就是每个帮助会来帮助我们的学姐，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谢谢学妹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小帮手，你真的超棒的。我常常忘记先穿护膝再穿那什么靴子，对。然后你都会提醒我，超棒的。好，然后。我的国中同学还在吗？九月还在吗？我只听到邻居打的声音是吗？看不到你们。谁啊？邻居打。佩佳是吗？对，好，反正我只看到他们两个。虽然。还有个。烤鸡 ，Hello。我知道，匡强先回去了。对。不去澄清了。好，反正就是很谢谢你们，就是我们一直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出去，对。然后谢谢一慧，还在吗？都走了。快点！吓死了！哎呦天哪！哎呦，好啦，反正就是真的很幸运在高一遇到你们，然后就是对捷运杯那天真的很想哭，超想哭，你们来真的。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，然后谢谢二叶，二叶有谁啊？我看不到。啊，对，好，然后就谢谢你们啊，然后忍受我一直不在班上，然后当了一学期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副卫生股长，然后我都没有在打扫，也没有在管你们。对，反正就是很谢谢你们。然后最近我一直常爆气，可是你们都会就是安慰我。然后谢谢谁啊？陈佩瑜还在吗？不在了。他。
谢吉鹿，吉鹿还在吗？可以吃东西了。对，我可以吃东西，就是我很感谢，就是我以为我没有跟你很熟，可是就是我心情最近心情不好，你都会第一个关心我，觉得很感动。对。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我的国中不是国小的同学，就是转我，我没有，我现在国不是你啦，走开。我想谢谢李怡轩跟赵佳宇，可是他们好像都，我看不到你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反正我们三个真的很久没有聚，我真的很想你们。对，就是是前年的事情了。我真的很爱你们，然后还有我乐团的同学在吗？不在了，都走了，好难过哦。好吧，反正就是还是很谢谢你们，就是我问你们可不可以来我们城吧，你们都就是很立刻就答应了，就是很谢谢你们。这样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还是我就到这儿。啊，我要补一下，就是。谢谢，谢谢高三，就是谢谢你们让我排最后一支现代，就是其实我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到底，就是有时候你们问我动作怎么做的时候，我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那动作怎么做，然后而且反正我惩罚前这几天就很就是很暴躁，然后跟你们讲话口气很不好，可是你们还是把它跳得很好，我爱你们。对不起，再补一下。对，就是身边七个人，就是我很常，我很容易生气，可是我会试着把它压下来。然后我可能脸色已经变了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最近越来越多事情，所以就一直很常暴气。然后每次看到你们上课，就是怎么讲啊，就是。我觉得你们没有，可能太累，反正注意力就散失，然后我就很抱歉，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，然后脸就越来越臭，然后对你们就越来越凶，就真的很对不起，可是你们还是会听我的话继续跳舞，就是爱你们，耶、yeah。你
在带我们，然后谢谢你们，真的很累，谢谢你们，对不起，我之前那么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要谢谢，雨璇、周屁、阿屁汉、蔡杰、方汉、白晨汉。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，然后每次都有来看，你们一直都是我最强的后盾，然后谢谢你们都会听我讲，对不起我都没有跟你们那么强约，我爱你们。然后张启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没有对你那么像你对我那么。
东西收完了吗？外面。哎呦！我是可亲可敬，好老兵哦。Hello， 好，对不起，让我读一下。我想谢谢同春，还有钟，没有钟，风尘，对对，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有色北街北啦。好，什么？骂死他！谢谢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还有主持人，你们今天真的超可以的。好，就谢谢你们了，谢谢。现在换我要先谢谢我的家人，还有弟弟。呛我，然后还说不来我惩罚，那你还是来了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还要谢谢谁？我现在是眼睛一面掉下来，我看不太到。然后我还要谢谢，就是之前酷拍照的人，就是你们今天还一直来帮我们，就是你们今天还来帮我们，然后我们叫你们买东西，然后你们都帮我们做很多事，然后谢谢你们那么支持我们，然后嗯。然后我还要谢谢九一二，虽然跟胡九一重复了，谢谢你们来，就是，我没有想过就你们都会来，那么开心。那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虽然我们都没有，就是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出去或什么之类，但是还是很谢谢你们。然后之后一起约出去，我们的同学会还没办。然后我还要谢谢蔡佩嘉跟张嘉瑜。蔡佩嘉，然后谢谢蔡佩嘉，每次就是每次我忙社团，然后他就算很晚，然后他也还会约我见面，然后还会一直跟我，他会听我讲很多话，然后一直支持我。还有张嘉宇，我们之后一起约出去，真的很爱你们。陈婉如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还要谢谢 New Course 的人，就是虽然有人已经走了，但是林玉君，然后可是顾建豪走了，天哪！你是谁啊？附近好吗？张小玉。等一下。就是真的谢谢你们，然后好像是没到齐，我们不能一起拍张合照。真的很谢谢，看 New Force 真的很开心，然后能够认识你们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还要谢谢谁？然后我还要谢谢有色。然后就是你们一直都很支持我们，然后就是暑假还有很多凯瑞的尖叫声，然后还有记得主持人，你们真的超棒的， yeah! 你们真的很棒，我们都不用烦恼，然后你们都很凯瑞我们。然后我要谢谢学姐，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要说什么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然后我都不敢去找你们，因为很怕打扰到你们。然后我的应届学姐我都不敢密他，我不敢跟他聊天，我上跟他聊天的。可是我都很怕，因为你很认真，你们都很认真读书，然后我不想打扰你们。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，然后。就是惩罚前，然后还跟我们讲那么多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然后还有谢谢学妹，就是希望你们之后会越来越好。然后你们很棒。然后还有谢谢小帮手，当然就是他今天很凯瑞我，然后就是帮我做很多事，谢谢他。然后还有谢谢历届的以前的学姐，就是还有点分学姐，就是他给我们很多鼓励，谢谢他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我会很谢谢身边的这些人，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想哭了，哭不出来了。然后真的很谢谢你们。陈雨琦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很暖，我爱你。Hello。就是现在场应该有超过一半人都不知道我是谁，不过没关系。就是我要
想要谢谢我爸妈，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犯惩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有留社队。然后我现在这么晚回家，他们应该也已经快要濒临发疯了吧？他们知道我来看惩罚而已，呵呵。然后，对，我昨天还敷面膜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是要去人家惩罚勾引谁啊？”我就觉得蛮好笑的。然后我就，我昨天真的有一个冲动，想要跟他们讲我今天要惩罚，可是我如果讲的话，我今天腿应该已经被打断了，所以算了。然后，反正我很谢谢他们没有发现我有留色。因为他们都以为我去读书完回家都切水果给我吃，我快乐。哎，可是我上次还是考得很好，呵呵。好，谢谢，好谢谢。一姐还有人在吗？你是谁？哎呀，你等一下，就没人了。好吧。那二慧呢？22个话位，傻眼，超屌，屌到爆，我爱你们。然后，李明杰在惩罚前一直说，他只要送我一个超大纸箱，让我带不回家，被我妈发现，超贱，超级贱。手机不见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干这超重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是蔬果们的，是蔬果们。好，暂停。好，反正你要在这里听我讲，可是你们已经结束了，滚。好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要等一下留下来跟我拍照。好，我爱你们。然后接下来是智囊，哇！你们还有谁？你们可以报名吗？我不报名，讲你们的名字，我看不到你们。哎，你不知道你是谁啊？好，随便啦，好，反正我知道张小玉走了而已。你这臭 bitch！ 好，你晚到还早退，非常 good。好，不要忘了，你还没惩罚。看我会不会去。好，然后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只跳四首歌，所以我都不太敢主动邀我的朋友们来看，因为怎么讲就是，我觉得没有一种怎么讲，哎呀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参与的很少嘛，不够，不足以吸引他们来看。我超美，谢谢。反正也还是很谢谢你们来看啊，虽然我真的还是只有跳四首，然后 solo 还跳得很小，因为他超快，我都在椅子上边，从来没有站起来跳过，今天才发现他那么快。然后接下来谢谢李蔚慈，谢谢你一直鼓励我说我很棒，然后我都紧张到胃痛都一直抱我，然后今天你才临时接了2%的主持，就是今天，虽然你很想主持啊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然后在现代前的那一段也是我们真的没有人可以主持，你就说好啦，你来，真的。很棒，很爱你。好啊，你啦。好了，然后，谢谢你们7个，听我讲话。谢谢你们7个，就是我真的很少练舞啊，因为我不能缺补习啊，不然我爸妈就会发现，所以
我真的就是很少练舞，可是每次只要我有留下来，你们就会先练我的舞。你们明明超多舞，但然后陪我先练我的，就是我有时候也很拍戏，但是我还是要练，所以我就假装没有这回事。然后，对啦，就是很谢谢你们。我就是常常觉得，像刚刚看那个大四集，我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觉得什么好多回忆之类的，是发现好少我，然后我就真的好难过，真的。然后谢谢学姐，就是跟前面的话一样嘛，虽然我就是跟他们比起来没什么存在感啦，但是你们常常还是说你们还是很爱我们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好吧。然后谢谢学妹，我只有刚开学，好像带过不，就是除了中午的小社，我只有刚开学，好像去国馆带过你们两次还三次吧。然后反正就真的超少的，我很抱歉。然后就对啦，真的很抱歉。嗯，你们还是可以来问我问题，你们都没有人会问我问题，我很难过。这样就远，好，好吧，好，没有，然后就没了。我爱大家。你在吵！我是最后一个，抱歉让大家丢人。本来当最后一个，不是。好，我要先谢谢我家人，就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我姐，啊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看我表演跟比赛，就是，对，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，就是，然后他们来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是之前我妈还说她不来，我超难过，然后可是我还是只能说，那你就不要来，可是我还是很难过，然后。我觉得很开心。好，然后我要谢谢吴敏佳。就是他每天都带我上学。我是我爸。他爸，他愿意带我上学，我真的觉得。就我都可以晚起床，然后可以在车上睡觉，然后他一直，他每一场比就是不是一直帮我尖叫，然后我已经哭完了，然后就是每次都叫超大声，然后你都对我很好，然后谢谢谁？谢谢李颖跟李嘉华，他们在吗？反正就他们虽然比我大，但是嗨，虽然他们比我大，但是就是他们跟我就像朋友一样。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没有，我都很忙，没有约，可是你们一直很支持我，然后给我很多力量。然后我的国小同学，那我觉得他们应该走了。然后就是对，我也没有约你们，然后你们都还是会来看我，然后我觉得，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是件很酷的事情，然后谢谢一信，哇，就是我觉得一年级的时候有你们当同学是件很棒的事情，就是你。我们上课都会笑得很吵，然后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还是会回想起，我就觉得很快乐。然后谢谢二慧，哇，就是，就虽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，怎么讲啊，就是对，也当你们当跟你们当同学很好啦，然后。
谢谢何爱妮当我工具人，然后钱子也当我工具人，工具人，一个是我高一的工具人，一个是我高二的工具人。好饿哦，然后反正就是，他们超烦，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很多很棒的回忆。谢谢。我很喜欢你们很多人，对，像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像是廖静杰、傅建豪、潘志宇，没有傅建豪，然后看一下周志全、林家书，还有谁啊？丁秀文，不知道走了没？然后都没人了啦，算了，那我不念了。然后啊，还有孙伟云，然后看一下，然后。谢谢罗子权，就是他帮我很多事情，然后常常对你发脾气，然后你还是就是给我力量，然后谢谢学姐，就是我觉得我很爱你们，可是我也是不太会表达我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怪哦，然后反正就是我也想爱你们，然后谢谢晨晨，他都会密我，然后跟我说，啊晨学姐的信，但是他都会密我，然后跟我说可以跟他讲烦恼，虽然我都不敢讲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是会给我很多力量，然后还有谁啊？谢学长来看我们，然后谢谢莲芬学姐一直回来，我觉得就是每次你回来，我们都会有很多力量跟启发之类的，好谢谢。谢谢21的学姐，他们很忙哦，还是回来看我们。然后虽然没有老人屋，可是我们也很爱你们。然后谢谢，看看，谢谢狄若贤，他在吗？在。哦，就是你很丑，可是你都会跟我们对拉赛之类的，谢谢你。然后谢谢学妹。对啊，反正都叫不起来了，好吧，算了。反正就是你们虽然很笨，然后就是还是很棒啦。然后谢谢小帮手，虽然我都自己在那边拖，然后你把你晾在旁边，真是谢谢你。应该没了吧？好，没了。谢谢今天所有来看的人，然后也谢很谢谢你们待到这么晚。东山县123下台鞠躬。